都在等你一起玩呢。哦，这个今天可能不行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姐弟有话要跟他说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。啊，好。打高高。好。照顾温蒂，我去看看吧。哦，不好意思牵连到老师啊。没关系，外人黑掉了还是外人，我去看看有什么事再告诉你。先这样了。谢谢啊。先生，真的是谢谢你。原来我们事务所的业绩会蒸蒸日上，完全是沾您的光。相信我就觉得奇怪，以我唐祥熙这种货色，那些业界出了名难搞的客户，怎么会突然变得乖乖听话呢？原来这也是托了您的福啊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哦，唐先生，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自己这样偷偷的资助不要的孩子，然后那个不要的孩子发现了之后，哇，就会感动的痛哭流涕，完全忘记以前的不愉快。我知道，我不是望你原谅我。本来我今天来只是想请振华转告你，请你不要再怪一凡。他只是，那你就不要多管闲事嘛，这样我就不会怪应凡了。所以这整件事情，全部都是你的错。是啊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不会再来，我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，我跟你保证。又是保证。那你刚才跟温蒂约定的事情，啊？你为什么每次都是这个样子，总是轻易的承诺，然后又不负责任把它打破？你凭什么要温蒂跟我受一样的苦？你凭什么在我人生之中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你凭什么每一次完全都不顾别人的感受啊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出现？因为你每次出现，我只会不开心呐。还有你所谓的弥补，只会再再的提醒我，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私生子。我说过了吧？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接啊？怎么不接？应该是你太太打来的。你不接他还是会打来的，接吧。好，我喂，啊，没有，我
我跟黑子都在等你一起玩，为什么？我跟黑子都在等你一起玩，不是什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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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黑子都在等你一起玩，为什么？我跟黑子都在等
他不是我爸，刚才你没听到吗？他都说了只是朋友。哎呀，欲言又止不是你的个性好不好？反正你刚刚都听到了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你要我说什么？骂你吗？骂你不孝，还是骂他不忠不义？ 还是你需要我拍拍你的肩膀，摸摸你的头，安慰你？你之前不是说不了解状况就不要随便乱说吗？所以我不说可以了吧？是，谢了。谢了。是什么？谢谢你没有同情我。 拜托，你是人生胜利组哎，干嘛同情你啊？我爸不是老是说你是青年才俊，还叫我哥一定要多跟你学习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俊？那好了，青年才俊。哦，这一次青年才俊前面不用加一个伪君子的伪这个字了啊。要加也是可以啊。 谁知道你的律师执照是睡出来的？就跟你说，其实别人怎么说不重要了，自己怎么看自己才重要。宝贝，爹地跟老师在那里耶。嗨，你看，有这么担心你，这么关心你的家人，已经很幸福了。你哪需要什么安慰？ 你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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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